快点，这不是给猪吃的吗？好啊，上铺就是把我当成猪了。我哪敢啊，用热水冲一下就能吃。哎，还真有变化，哇，好神奇，居然变粘稠了。哎，一股清香味，尝一口，又甜又黏，还挺好吃的。宝宝们，有没有谁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 Nice， 到点，哇，这么多巧克力，每一个都好大，看起来不错，那就做个巧克力汤吧。据说巧克力汤特别好喝，你们喝过吗？哇，好香啊，馋死我了，先来一口汤。怎么有股泥汤的味道？你这巧克力不会在土里捡的吧？什么巧克力？我没有巧克力啊。什么？那这不是？到点，过去，这是，居然是彩虹糖。哥哥，这可不是糖果，你可千万别吃。吓唬谁呢？这分明就是糖果，我上次吃这个还是在上辈子。过去，怎么咬不动？我靠，这么硬的糖果是给人吃的吗？你快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什么？问问你聪明的粉丝，他们肯定知道。到点，哎，这是小葡萄，葡萄哪有这么小的？这肯定不是。有谁认识的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去，比海水还咸，用水泡一会儿。哎，怎么还变大了？脆脆的，还挺好吃的。这么神奇的美食，让上铺也尝一口，给他加点小料。反正他也看不出来，尝一下这个小葡萄，老好吃了。我靠，这么辣，这是什么？点，哎，这是什么？五颜六色的，难不成是小面包？也没有夹心。这面包还能拉丝？我知道了，这一定是棉花糖口味的，这个是菠萝口味的，这个是火龙果。我去，全是我喜欢的口味。那先吃个苹果味的。等一下，这样别吃，这个是不能吃的，吃了会出大事的。不能吃，这不是面包，那是什么？点，油泼辣子面，泡面。好不容易搞到手，给我留口汤。让我吃泡面，狗都不吃。哇，鼻子都流口水了，一股油泼辣子的香味，太爽了。真没想到油泼辣子面这么好吃。好香啊，还没吃完吗？稍等一会儿，快吃完了，必须给他来点真材实料，全倒进去。呛死了，刚吃完，给你留点汤。我靠，辣死我了！倒点。哎，酸辣粉，大碗上酸粉，太爽了吧 ！Later。我去，光是闻着味道就流口水了 ，QQ 弹弹，又酸又辣。有人知道哪种酸辣粉最好吃吗？这糖又咸又辣，真过瘾。又是谁偷吃东西？无人，出去。这么大的彩虹糖竟然和可乐一样大，我去，这不是糖吧？这比吃的还硬，这怎么吃啊？你买的这个到底是什么？反正不是吃的。啥？不是吃的？快点，我去，这是啥好吃的？哇，有股香味，这肯定是黑芝麻。对了，评论交换夏天可以随机交换一张照片，黑芝麻当然要煮黑芝麻糊。Later。我靠，它怎么会变大？这么瘆人，不像黑芝麻糊，该不会是青蛙的儿子吧？你妹的，它是母青蛙吗？吓死我了！我冤枉啊！啊，这不是青蛙，也不是黑芝麻，那是啥？哎，上铺蹲坑怎么不带手机啊 ？Nice， 这不是宿舍都在玩的黑洞吗？到底是谁两分钟之内就能吞掉整个城市？打开游戏，直接进入，开启吞掉这些金币，回来啊！就能变大两倍，这把必吃惊。变大后直接去吞老城区的公园，在家背后这些小房子都不在话下，继续吞，太解压了。这时候需要加快速度，吃个摩天大楼，技能升级，最后吞掉竞争对手，这不就成功了？又好玩又简单，你们都快去试试吧。哎哎哎，你拿这个干啥？我手机丢了，肯定掉坑里去了，我那游戏还没通关呢。哎哎哎，等一下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对了，听说评论加油会有人来安慰你哦，快去试试吧。Later， 先打开看看。哇 ，QQ 弹弹的，这一定是牛奶味的果冻。这东西不能吃啊，你可千万别吃。你就是想吃独食，别吃一口。哎，这真不能吃。这果冻这么诱人，怎么就不能吃啊？饿死了，饿死了。哎，这不是核桃吗？还挂在树枝上，这么新鲜。要不做个核桃汤吧？水开下核桃，煮上300秒，倒入柠檬辣椒油。哇，这看起来太诱人了吧？又麻又辣又脆，果然好吃。用核桃煮成的汤，你们都喝过吗？你在吃啥呢？你的核桃啊。我靠，这可是小帅送给我的。这是七彩饼干。对了，听说评论加油会有人来安慰你哦，快去试试吧。这么大的七彩饼干一定很好吃。我去，饼干怎么会这么硬？不过这到底能不能吃啊？我去，怎么被咬了？难道宿舍有大老鼠？快醒醒，你的七彩饼干被老鼠吃了。啊，老鼠？可是我没买过七彩饼干。什么？那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外观看着应该是巧克力，不过这么大怎么吃啊？有了，用刀切开，放入盘子里，再插一朵玫瑰花。哇，这么好看的巧克力在外边不得卖好几千？你吓我一跳。什么巧克力好几千啊？就这个？这可不是巧克力，不信你问问粉丝。饿死了，饿死了。别吵了，喂你。这是蛇皮。我最害怕的就是蛇，算了，不能跟自己过不去。不过这个到底能不能吃啊？哇，好甜的苹果菠萝味，这该不会是水果吧？我去，连夹心都这么大，这皮又脆又甜，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水果？饿死了，饿死了！哎，交给你。哎，这是五颜六色的蜡烛。傻子，这是我最爱吃的糖。糖还是夹心的，看起来不错。我靠，怎么有股塑料味？不过这个夹心是蓝莓酱吧？那这个肯定是草莓酱。哇，这糖也太好吃了。
快告诉我，这是什么糖啊？你弄了你身边的粉丝。这是一股淡淡的香味，捏起来软软的。不止，还能拉丝，该不会是面包吧 ？Nice。那就做个夹心面包吧。多来点蜂蜜、奶油，夹心夹心，好吃好吃。哎哎哎，你饿疯了吧？这个不能吃。这么香，为什么不能吃？我去，这是荔枝。这可不是荔枝，据说越贵越好吃。不是荔枝，那这么丑的水果，真的有人吃过吗？我去，这么硬，不会没熟吧？用刀切一下。哇，怎么长这个样子？有一股清香味，好甜啊，比白糖还要甜。这绝对是我吃过最甜的水果。所以这到底是什么水果？草莓口味的棒棒糖。据说放在嘴里就会唱歌，不信你试试。会唱歌的棒棒糖都有谁吃过？我先替你们试一下。我去，这也太神奇了，这么神奇的棒棒糖，有没有人知道从哪买的？我去，迷你版的农夫山泉，这么小，这也太可爱了吧。当然，这可是我花了20元买的。20元，这么金贵，难不成有什么奇怪的魔法？先尝一口，这喝起来也一般般啊。对呀，你哪来的钱？我跟你床头捡的。床头？这可是我妈妈的妈妈的妹妹的儿子的儿子的份子钱。我靠，你完了！我去，这么大的辣椒，竟然比我的手还大。先尝一口，又甜又辣，还挺好吃的。有没有想吃的？在评论区扣一，蘸点辣椒油。我去，比火鸡面还香，又麻又辣，越吃越上瘾。爽。哎，我的辣椒呢？我去，看里面发现了，睡觉。快点，慢。我的妈，这啥玩意儿？鱼香味儿，是大海的味道。我靠，软是咬不动。上锅蒸，蒸上10分钟，再放点调料。嗯，好香啊。嗯，又是鲜嫩，又麻又辣，一口一个，太过瘾了。爽。哥哥，你看见我给旺财买的鱼干了吗？啥？旺财？哎，枸杞，小小年纪，谁吃这个？最近作业太多了，还是补补吧。嗯，没想到干吃也不错。吓懵了，要不做个枸杞汤吧？对呀、啊，放点枸杞，放点可乐。Later。哇，好香啊！一口枸杞，一口快乐水，太爽了。给上铺也来点，再给他放一点蜂蜜。刚做好的枸杞汤，快尝一下。这是你做的？这味道好奇怪啊！好饿，有没有吃的？竟然不理我，好啊！看我魔法攻击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看起来是大米。天气这么冷，做个八宝饭吃吧。加入105度的开水，八宝饭我喜欢吃甜的，蜂蜜多来点。哇，好香啊！先尝一口。等一下，千万别吃，吃了会出大事的。啥？为什么不能吃啊？嗯，这么多海鲜，好久没吃了，种类好多啊。大贝壳、小海螺都是我喜欢吃的。我去，怎么都是壳？这还怎么吃啊？这些不会是上铺吃剩下的吧？好啊，伤了我的小心脏，那你可别怪我。必须多来点，再来点蚝油。给你留了碗海鲜汤，快尝一下。我靠，你要做的是什么？我想去看魔术表演。这么多钱，魔术我会啊。Nice。这可是我最后一包了，全倒进去，再放点水，等上3:26。Later。我去，怎么又变大了？难道这就是魔术？好神奇。那当然，捏起来 QQ 弹弹。要是再多买点，糊弄小美，那我就发财了，对吧？我去，这个不能吃，吃了会出事的。小美，东北那边下雪了，我要去东北旅游。马上就要考试了，哇，你在宿舍也能看到雪，多放点烟，再来点水。哇，真有变化，不过就这点雪，这还不够，看我还有个神奇宝贝，别眨眼哦。哇，原来在宿舍里看雪这么浪漫。我靠，你饿疯了，这不能吃。这个太好吃了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哎呀，快帮我拿一下，我有事出去一下。好，那你快点啊。哇，好香啊，该不会是香水吧？嗯，竟然是我一直想吃的玉米。可是上铺还没回来，没事的，就是一点。对呀、啊，可是，嗯，怎么跟蜡烛一样，又硬又粘牙？对，这肯定不是玉米，有谁吃过的？可以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吗？我去，它好像回来了，睡觉。哎，这是长在路边的植物，这味道好奇怪啊，这么黑，该不会发霉了吧？用水泡一下，散散味。Later。我去，怎么变大了？尝一口，哎，和口香糖一样，挺有嚼劲。连汤都这么咸，我靠！你吃完了？你吃不吃完了？你给我海参。哎，藏宝箱，这是什么？捏着软软的，这么有弹性，该不会是溜溜球吧？有没有人玩过这个？切开看看。我去，这看起来不就是果冻？还是草莓味的？先尝一口。这么大的肚子可不能吃。啥？猪子？这不就是果冻吗？